CBook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笨怪五星人，一起来看笨怪五星球抢答赛。黑白翠，翠翠翠翠翠，还没猜，你快点啊！黑白翠，怎么没有很想跟你一组啊？夜观卡是打乱猜歌。哇哦，天哪！啊、他还没喊呢、啊。哦、oh. 。等一下，你太可爱、欸。我知道，我先练习，先练习。还没，我还没。耶！哎、yeah! 欸，你为什么没举？我都没听清楚。他不举。说出歌名是。不懂怪物新人。烟熏天使般的眼睛，让你又喊不起，声音比魔笛更上瘾。正确。我好错。我还加一声呢、欸，你要帮忙抢啊！你又不举手，你又不抢，你也不帮我举手，他不举。人生就是一场游戏。正确，恭喜，一分一分七。大哥帮举一下吗？好。大哥，你如果都不举的话，打给他。身为大哥不举，这样行吗？下一题。嗯，还没，还没喊呢、啊。三二一，小魏。年轻是一种罪。天哪，唱得比较难哎、欸，这太难了吧！我超不会这歌的。你在喊三二一，没有人会举手。我七八颗是什么？提示一下，里面有一种蔬菜是蛮多人很讨厌。哦哦。三二一，嘿！碎啦！怎么可能是有前奏了？我讨厌吃香菜，你都不记得。停手了，停手了。爱总是不言忘，欠我一杯星巴克。赞了。宝宝西来来。不奶肯的可不可？嗯，我在骂人，可不。跟饮料的关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先抢再说。嘿，没有，你不能。抢到了，我抢到，就是那个沙拉拉。Baby, 你还说不是 baby 这一关我们就是先看歌词，看你猜不猜得到下一句是什么。三二一，嘿，三二一，嘿。我想，反正我们要去哪？反正世界都下雨。OK。猜猜是谁哦？啊！哎、欸，是谁的耳朵？这太难了吧！是我们的人吗？不可能是我们吧？三二一，嘿！右胜。然后我换小位。你有头绪吗？是你的耳朵，不是我，也不是你的，不是也不是我的、啊，也不是他的、啊，不是我的。这个耳朵有三个耳洞、欸，哎，谁的耳朵长这样？怎样？他不能长。我觉得很好看，但是我不认识。这是一个明星吗？这是明星吗？是一个明星哦。阿信老师。谁？我们看过他的耳朵吗？你看過我一定看过他，蛮红的明星的耳朵。是谁的？谁啊？是我的。谁的耳朵长这样？我耳朵长这样？我耳朵长这样？好像是。请问是谁的眼睛？啊！小 V， 哎，你刚刚没有三二一啊？我感觉也是小 V。三二一，小薇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错，不是小 V， 魏佳莹，哈哈 ，yes， 耶，有道先误导他们。这太明显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知道是小 V 的嘴巴吧？这是你的，是小 V 的啦。他们真的很坏。这个是送分题，然后算一分。对啊，说小 V 啊，你俩就回答小 V。小薇。耶、yeah! ！答案是林怡。获胜，获胜。有耳朵哎、欸！我刚刚没认出我的耳朵，我真的很适合这个。没事啦，我也没认出自己鼻子。问是谁？
这带得进去吗？这这么小，我帮你们做造型。你们先一人一个。你很认真哎、欸。你头发给我，我要把我自己藏起来，认不出是我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是风怪五星人。对，你是？我是小薇。我是林怡。我是温妮，我是小魏魏佳莹，我是林怡。我们12月17号有在华山 Legacy 有怪物新人首场专场演唱会。这次呢是我们不怪物新人首张专辑，然后里面的10首歌呢都是我们个人的创作，然后有共同的创作。不要笑，各大数位平台上面可以听到了。再来就是我们也有 YT， 我们的不怪物新人，你搜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团综，里面有正常的我们，不正常的我们，这有一个不正常的、但这么不正常吗？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欢迎搜寻不怪物新人的各大社群平台。谢谢大家，谢谢 C Book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